好，我们现在开会。好，报告委员会，现在继续开会。今天上午的议程为：继续审查处理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国立故宫博物院主管故宫文物艺术发展基金附属单位预算案。首先介绍本委员会今日出席之委员。那在我们前面有黄国书委员，哦，还有吴俊尧委员，吴思尧委员啊，对，吴思尧委员。还有我们郑丽君委员，啊，苏巧慧委员，还有柯志恩委员，谢谢。那我们介绍政府部门的官员，我们请故宫冯院长好。那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故宫的。首先，谢谢故宫南院的这个接待哦，我们委员都有很多的这个实地的体验，谢谢哦。那今日处理的是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国立故宫博物院主管故宫文物艺术发展基金附属单位预算案非营业部分。请先宣读委员有关预算之提案内容哦。多不多？好，29。在那之前哦，因为我们下午有一个会议，那我想我先在这边征求大家的同意哦。那因为翁院长他在昨天下午的时候跟我们委员会请了假，那说他临时身体不舒服不能够来参加，所以要请副院长来代理。但我觉得这个中研院一个会期只有一次报告，院长应该亲自来，而且最近因为院长跟浩鼎之间的关系引起社会高度关切，我还是认为院长一定要亲自来。所以他现在身体不舒服，但我们还是在等他。他只要在职的一天，身体好了，我们就请他要来。但是担心他万一在美国休养时间比较久，但是我们也无法了解他的情况。所以谢谢刚刚各位委员哦，我们不分党派，大家做了一个决议，就是请他紧速说明。那如果短期内无法回国的话，应该在一个礼拜之内哦，向本会提出完整书面说明，并且在返国后向本会提出口头专案报告，以维护中研院之声誉及院长之尊严。那我想我们做这决议之后，下午的会我们就暂时取消。那等翁院长一回来，我马上立即安排口头报告，好不好？好，那就谢谢大家。那接着我们就宣读委员有关故宫的预算的提案内容，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105年度故宫文物艺术发展基金委员提案。总收入一，委员苏巧慧等提案业外收入增列3236万2000元。二，委员黄国书等提案业外收入其他业务外收入杂项收入增列1亿7000万元。三，委员郑丽君等提案同上增列1亿7000万元。总支出四，委员郑丽君等提案业务成本与费用、销货成本、制成品销货成本减列1亿元。四，委员邓丽君等提案业务成本与费用、销货成本、制成品销货成本、书籍印铸成本减列500万元。六，委员邓丽君等提案业务成本与费用、销货成本、制成本销货成本、各项艺术纪念品减列1亿2000万元。七，委员张烈万娟等提案业务成本与费用、行销及业务费用、行销费用、服务费用、水电费减列330万元。八，委员黄国书等提案业务成本与费用、行销及业务费用、行销费用、服务费用、旅运费冻结40万元。九，委员邓丽君等提案业务成本与费用、行销及业务费用、行销费用、服务费用、印刷装订及与广告费冻结1/2。十，委员黄国书等提案同上冻结300万元。十一，委员苏巧慧等提案业务成本与费用、行销及A 费用、行销费用、服务费用、印刷装订与广告费、样品赠送减列226万元。十二，委员吴志扬等提案同上减列100万元。十三，委员何先生等提案同上减列26万元，去冻结100万元。
十四委员吴志扬等提案，业务成本与费用、行销及业务费用、行销费用、服务费用、一般服务费、计时与计件人员酬金全数减列。十五委员邓丽君等提案，同上减列100万元。十六委员邓丽君等提案，业务成本与费用、行销及业务费用、行销费用、服务费用、专业服务费冻结1/2。十七委员黄国书等提案，同上冻结200万元。十八委员黄国书等提案，业务成本与费用、行销及业务费用、行销费用、会费、捐助、补助、分摊、救助计与交流活动费减列20万元。十九委员邓丽君等提案，同上减列20万元。二十委员侯信存等提案，业务成本与费用、行销及业务费用、业务费用、会费、捐助、补助、分摊、救助计与交流活动费、竞赛及交流活动费冻结1200万元。二十一委员张良外先等提案，业务成本与费用、管理及总务费用、管理费用及总务费用、服务费用、水电费减列130万元。二十二委员邓丽君等提案，业务成本与费用、管理及总务费用、管理费用及总务费用、服务费用、一般服务费减列120万元。二十三委员黄国书等提案，业务成本与费用、管理及总务费用、管理费用及总务费用、服务费用、专业服务费减列194000元。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二十四委员吴志扬等提案，一般建筑及设备计划减列2.8亿元，冻结3325万元。二十五委员何先存等提案，一般建筑及设备计划十项设备食品类文物冻结3亿元。主决议两案，请参阅书面资料。宣读完毕。我们现在进行合并个案之审查讨论发言，倘无法获致共识，则先行保留，留待处理。为了详实记录官员发言，请用麦克风并表明身份，以利公报之记录。现在进行处理国立故宫博物院主管故宫文物艺术发展基金附属单位预算案之协商，请本会委员、政府官员分别就协商位置。好，谢谢。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协商哦。先从总收入开始。苏巧慧委员有提案，是不是？说明一下。好，主席哦，那院长还有各位同仁，大家早安。这个第一个案子是我提出的，那我是这个增列一个数额。那我的理由呢，其实我想这应该是最简单的一个案子，应该简单说就是我看到过往的几年哦，从100年到104年，其实我们的预算编的都比较低，然后决算呢就多或多或少，但是都会多相当的一个 range。 那我认为呢，这个显然是我们把自己的目标定的比较窄一点哦，所以目标定的比较低，所以就觉得说哇，我好像都有达到。那我是觉得既然我们连看了4年都5年都有这样的状况了，那我们今年是不是可以就直接在预算这个时候这个时期就把它调高一点，好，把目标定高一点嘛，反正你们每年都这么好。好，黄委员定更高，来，黄委员1亿7千万，来。讲到这个就很头痛了哈。90年到97年，我们的消费合作社我们有盈余，然后我这个提案跟郑丽君委员是一样的哦。那现在怎么办呢？我们之前在委员会里头其实也讨论很长的时间，我们希望故宫寻相关的途径去把这一笔款项看能不能把它要回来啊。那当然过去在委员会里头有讲。可是现在监察院来要求了，监察院怎么要求呢？要求你们要需缴回盈余啊。然后过去内政部审计部啊，其实都认为你们那个时候的消合社那样子的设立跟分配盈余是违反相关的法律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用收入面来提醒故宫，那你们要想办法
在新的年度里头把这一笔 1.7 亿萧和社分配的这个盈余把它追讨回来然后结缴国库这个是我提案的这一个的宗旨我们也希望故宫快点进书来办理那当然我们也希望今天冯院长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委员会里头提出我们如何追讨那追讨的方案是什么我们也希望你们可以进书来处理好以上待会院长一并说明了哈我们都知道说这个萧和社在98以后都因为立法院的决议底下都已经归国库了哈98年以后萧和社的收入经立法院决议都归国库现在就是90到97年哈这个盈余啊被分配掉了哈那但是勒这个其实我已经质询过很多次了哈然后我们也去要了内政部相关单位哈审计部等等大家的这个会议的这个结论跟相关的公函哈都认为应该要缴回哈那现在最新的是监察院也认为应该要缴回所以就是说这个三院都认为要缴回了只有一院不缴回行政院立法院监察院都认为要缴回那就是故宫现在迟迟院长这边你们都不愿意要缴回所以请院长表达一个态度那你们说这个已经被分配掉了很难缴回我这边给你另外一个例子这个98年以后咧盈余都要缴回国库但是101年呢故宫用变相用这个1000元提货券发给员工一年发三次那总共又发出200多万元的提货券然后再把也就是说把这个盈余尽量先花完了哈我之前也咨询过很多包括其他的这个支出哈尽快花完然后再剩下再缴回哈然后经过这个立委这边的这个质疑哈我们立法院也有决议要求要追回所以其实后来故宫是有把这笔钱追回所以也曾经有追回过的潜力所以并不是说分配完就没有追回那这个到底多少钱我们看了你们给我们有一个盈余发放的这个资料90年到97年平均每人每年大概领走31万多了然后每人每年大概有大概2万多3万多曾经有96年高达6800095年高达52000所以2到6万都有啦那平均是大概39000一年大概39000然后一个人大概可以领走31万好那所以这个钱应该后续怎么处理是不是要故宫要拿出一个具体的办法因为这不是只是立法院单独要求是依法他就不该这个分配给社员这是违法的违反合作社法的所以这个大家各院都认定要缴回了那后续怎么处理是不是要请说明所以这边我看很多委员的提案都是认为要增列因为应该要把这笔钱90到97年的所有的分配盈余其实是首先当内政部这个立法院要我们往朝收回的方向进行我们已经依照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消费和国立故宫博物院已经依照消费合作社法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请萧和社收回了我们有这样做那我们在监察院说明的时候我们也说到那萧和社呢他们也依照这样依法召开了社员大会速度召开社员大会那他是一个这个叫什么法人是不是所以社团法人所以他们有依法在做这件事我记得依萧和社法对不对做召开社员大会然后来询问的大家对于这件事不是没有人会缴回答不是再者不是你依照萧和社法90到97年包括我们前位三位院长他们也是依法在发然后报每一年依萧和社法然后每一年都有报到发了之后有报到社会司台北市的社会司社会局
然后也报到内政部的社会司委员。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去收回，但是你要依法要怎么收。同时他们也请律师来评估过收回所要投注的成本有多高。那我也答应过，上一次我在质询的时候，委员质询我，郑委员有说，那最后监察院怎么样决定，故宫博物院就应该依照监察院的决定来做。我们一直在监察院不断地在说明，监察院最后的文还没有来。那我也直接在监察院问过，因为原来发了600多人，目前仍然在故宫的，在去年为止我们统计过还有300左右。那我也问了，我可不可以下一次命令要这些在职的员工，然后把自己得到的交回来。包括监察委员都认为依法无据，我不能下这样的命令。所以委员，其实我们很努力在做，但是去年度8月5号萧和社也消失了，把所有的盈余接近7000万也都交回了我们基金。所以今天他们清算款大概只有100万，那他发一个存证信函给所有同仁们都没有办法。再者，同仁们当时候都是被动所得，直接纳入了我们的薪水，缴了所得税，所以甚至也有同仁通通都是被动，同仁们是当薪水就拨进去。所以其实90到97年当时候也是所谓的转型正义，把福利会转成为萧和社，转为萧和社之后，他们就依萧和社法，公积金、公益金，他们所有盈余仍然除了缴国库之外，他们也照样在发。所以以上是这样说明。院长对话一下，您刚刚说90到97年萧和社是依法分配盈余，那你这样为什么院长说为什么98年之后要缴回？所以曾经被认定违法嘛，哈，所以很清楚的，萧和社分配这笔钱是违法的。好，那至于说萧和社能不能分配盈余，依照合作社法是可以，可是合作社法要经营的一个项目是基于员工的这个用品啊、福利啊，比如员工的面包啦、牛奶啦、食品啦等等，哈，由员工消费合作社自行创造的这个营业项目，然后员工去消费，然后他的盈余这是可以分配的。可是你这个经营的萧和社受委托经营的是国库里面的相关文物的授权衍生的商品，这不是员工去创造？难道这些国宝是员工做出来的吗？当然就不是，所以后来才会被认定违反合作社法，所以萧和社不得再接受委托，这个也都是内政部公共工程委员会都有公文函示的，所以才要求说萧和社不得再参与投标，后来才会有要求你们要去委外嘛，所以这整个法律的解释是非常清楚的。我想我也不容在这边去接受这样的一个解释，说他们是合法分配盈余的，那现在我们要合法取回有困难，这个跟后续整个的各单位的认定是矛盾的。所以院长你自己处理的时候，你自己要懂法律啊，那你才知道应该要怎么处理。这第一点。第二点，监察院态度是很清楚的，这个事情就是要违法应该要缴回，监察院态度是很清楚的。所以你刚说哪位监委说跟你讲说要合法才能缴回，不合法的话也很困难，我不太相信。你是不是要举出来哪一位监察委员？我监察院这个在监察院的，首先跟委员报告哈，萧和社公家机构委托萧和社代办事情，是一直到去年的6月4号，萧和社法把它通过，规定公家机构委托萧和社办所有事情，不能够超过萧和社自己营业额的30%。哦，所以因而我们就不能够再委托萧和社。2个月之内，我们就解决了萧和社。不是不是，院长，你每次都乱讲，真的是我每次。不是因为去年修合作社法，萧和社才不能投标的，不是，是之前就已经有行政院相关单位函示跟立法院这边的决议，认为萧和社不适合再去参与，去接受这个文物商店的委托，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也因此才处有相关后续的修法，因为故宫的这个恶例，啊，这个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呀，
好，所以院长，请你不要混淆是非哈。我不是说投标。你刚刚至少我先肯定，就是说你说你们有积极处理，但是你后续的这个解释完全是不成立的。我们在这边希望院长你能够提出一个具体的后续，你要怎么去因应监察院、行政院、立法院，我们三院共同的认定消耗社分配这笔盈余是违法的。好，然后至于说钱拿到员工口袋，如何叫员工拿出来，这个我想违法事情就是违法。违法事情，你就是要去把它补正。不，我首先解释一点点，就是我不委员们早就决定萧和社不能标这件事是事实，但是去年6月4日通过的萧和社法，是我们机关委托萧和社做事情，不能够超过萧和社盈余的30%，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委托萧和社，萧和社如果萧和社的盈余在当时来说根本到不了那个，再加上博物馆法里面没有，是因为接受立法院的决议是吗？不是因为接受立法院决议是不是交标吗？不是，我决定交标是一定已经在标了，只是萧和社消失掉了，它原因它没有办法再存在呀、啊。是因为我不能委托他工作了，他的所有福利会赚的钱不能够养一个人都养不起。什么样？那你来说。不重点什么？90到97年，因为涉及到最后要涉及到费用。那个，费用你们就要编啊？难道要我们立委出吗？费用你们就要编啊？这什么话嘞？对，委员，先不要那么，我们。当时候萧和社去年8月5日以前萧和社是存在的，所以我们有请萧和社去评估怎么收回怎么编列预算，因为在他的公积金公益金里面可以处理，但是去年以后8月5日以后萧和社就没有了，萧和社把他的所有的盈余接近七千万交给了我们回缴了基金，那是依法他也要缴的。那现在如果委员都说我们可以编列预算来继续追讨，那我们就来编列预算嘛。今年5月我们主席，我真的很不同意院长的说法。院长不是立法院决议说你可以编预算来追讨才要编预算，是行政院叫你要追讨，所以行政院既然叫你追讨，你本来就应该编预算来追讨。委员，我没有说不追讨，这个态度是这个样子。而且有个问题啊，任何一个政府机关都会有一个预算项目，就是法律诉讼相关本来就有的预算，那不是新增，也不是立法院来授权你编这一笔，你们本来就有这个预算，在因应所有的厂商法律诉讼的时候都有这一笔。好了，我再补充一下，过去行政院要你们去追讨，当然你们消极了哈，那现在监察院也要求了，那监察院也来要求了，以后如果你们不采取积极的追讨的作为，那监察院接下来可以说你们是废弛职务哦，会说故宫废弛职务哦。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严重啊，所以我觉得你们还是要快点提出相关的作为啦。我认为行政院也失职啊，行政院速度认定违法，处理萧和社处理这么多年到现在，院长都不遵守，还继续请你当院长。这个我真的是觉得行政院失职，我在这边说行政院失职。我会交接给下一任院长，他留给人家。我认为行政院失职，行政院也要交代。就预算论预算。今天我们如果委员们的意见我们非常清楚了，那我们会编列到，如果觉得一定要诉讼，用诉讼的条件去收回，我们编列预算呢？至于委员，你们本来没有，你本来没有法律诉讼的相关。我们去年才没关系啊，你有那个预算项目，你不够，你就直接再用你的其他的。编嘛，我们5月再编出来。二倍进去支应嘛，就预算论预算了。我认为这个就是冤有头债有主，
那没有道理，现在刚好又要政权交接，好像就双手一摊啊，那以后再说。我认为我既然大家有这个提案，反正就是这个预算就是要增列这一笔，我就让它挂在账上，我就是要求就是要这样。那以后你们永远没有办法达到，你每年就去应付审计吧。院长交接重要事项，好不好？哦，这样就好了。我问清楚，同意啥？我问清楚一件事，这个1亿7千万不能够用我们基金赚努力赚的钱来缴，一定要去收回嘛，是不是索取嘛？对了，他有讲啊，就是循司法途径把那个缴回来就好了。那个跟委员。跟委员报告一下，好不好？就是这个1.7亿哈，它的那个债权的主体是萧和社嘛，所以我们现在它这整个那个进度啊，就是依照这个行政院指示的，就是由这个目前是台北市政府在辅导我们的清算人哈，在依法来办理了。那我们现在是不断的就是配合的这个进度来催促这个来处理，所以是不是就是我们看这个市政府辅导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再来。市政府怎么可能替你们辅导这个？我以前在台北市议会，不是台北市政府向下社会局向下几百个、几千个这种社团法人机关啊，怎么可能是台北市政府去督导你们做这件事情啊？委员，我要讲一句话：90到97年那些院长都不是胡乱发的，发完以后也报给台北市社会局同意。那个都是事后备查而已，我们都很清楚。好啊，那就社会局去主管几上百个、上千个，谁替你去督导你的收回作业？我也会请他们。如果要编列预算收回，那就编列啊。对啊，没关系啊，你就交给下一任院长。赵伟，其实赵伟哈，我觉得你也在教文委员会这么久了，这个议题也不是今天在这里讨论，起码已经好几年了啦啊！啊，好几年来，我们的冯院长就任院长之后，到现在也都没有作为啦，不积极处理啦。那现在双手一摊，要丢给下一个院长啦。我觉得这个态度，第一个很可疑啦，第二个啊哈，他就要下台了啦，嘿，哼，在这。还是要谴责了哈，政委院长。但是我是觉得真的态度非常非常的可疑了哈。第二个了哈，我是建议啊，院长，你明明现在就可以有所作为，你只要先发文，你告诉所有故宫萧和社、前萧和社的所有这样的员工，你现在事实上故宫里面有名册，不管他退休了，或者是有没有往生了，或者是怎么样，反正你一定有名册嘛。你为什么不发文呢？为什么不去跟他们讲说自动缴回，我就不告你们。如果没有自动缴回，那以后故宫就要采取司法、法律程序来追缴。那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你可以马上做的啊。你如果愿意做，你现在就可以做。我们已经做了，委员交代我们的事，我们这么多年，我做院长3年，我都在做哈。我现在请我们主计徐主任讲。好。那个。八委员，我是主计室主任许廷珍。那我再做一个说明，就是说有关于这个90到97年度的1.7亿的部分，那个这个债权的主体其实要当初是萧和社依照合作社法发出去的。那现在依照这个台北市政府跟内政部这边的解释，是要请萧和社去做追偿。那我们故宫是会去做这样一个的一个督促。那如果说，对，我们已经做了哈。那如果今天我决议说要增列这1.7亿的部分，那我们会积极去要求那个校社把这些款项追回来。那不过要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个在追偿的有一段的期间，那这个预算编在105年度，可按照这个时间的这个预计，它是不可能在105年度实现，可能到时候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到105年度决算，这笔1.7亿会跟我们的决算数有一个很大的落差。那这个部分要跟申根委员做一个报告，是。对不起，赵伟啊，你就爱恭维，我就爱恭维，我实事求是啦。昨天不去考察，今天话就很多。没有啦，昨天谢谢昨天那个考察没参加了，谢谢赵伟给这个机会，下次再排了哈。我还是要讲哈，是不是可以请故宫哈先提供？你说你有在追讨，你用什么方式追讨？你那些文件给我们看，
哦，我觉得这要讲清楚，看清楚哦，到底你们追讨是追真的还是追假的？哦，还是说发个公文，哎，里面的用字遣词也是哎轻轻猜猜，也不是很认真，也不是很盯紧啊，那种公文大家看了谁会鸟你啊？那我们就要看说你们是用什么态度，用什么样的公文来追讨，这个追讨的过程到底是不是在替政府、替国家追回他本来就应该是属于国家的利益啊？啊，那个报告委员哈，因为90到97年度的这个解释的部分哈，因为还在监察院跟内政部、行政院这边的一个函释，所以说90到97年度的这个解释，我们目前没有确实有就追回的这一个数字，哎，这个目前是没有，可是我们有去，就是从那个校二社结束之后，我们有多次函请校二社要针对清算结果。去追回90到97年度这个清算，那至于98年度以后的这个盈余的部分，我们都按照立法院的决议，每年都请校二社缴回来。就是刚才另外谈的第一案的部分，我们那个为什么历年的决算数会比预算数增加？因为校二社在存在的过程当中，它都有超盈余的缴回来，所以我们的决算都会比预算增加。那105年度为什么会比去年？减少，因为我们105年校舍结束之后，我们就没有所谓的超盈余的问题。我们是按照重新采购招标的那个目标，按照一定的比例来编的预算，所以我们105年度编列这一个所谓的这个杂项收入的部分是合适的编列，因为已经没有校舍这个因素了。赵伟，我听了他的解释跟说明更火大。刚刚院长是跟我们讲说有啊有，我们这3年都有在做啊。那今天的争议点就是在90到97年，你被行政院要求要返回是这个阶段的这个萧和社的盈余，你被监察院纠正的是这个时期的一个萧和社的盈余，结果你现在告诉我，刚刚处长的说明讲得很清楚哦，我现在确实90到97年度的这一段期间，因为呢还在什么什么什么解释当中，所以我们还没有进行任何追讨，他追讨的是后续的。所以呢，这个跟原来的立法院的决议，过去做了好几次决议是完全不符合的，而且完全违背的啊、哦，这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哦、你们用以拖代变呐、啊，90到97年间的萧和社的社员名册，我不相信你们没有，你一定有，而且都是你们的同事，你只是不愿意拿出来而已。你就只要针对90到97年的所有的萧和社的社员，你们自己的同事之间。其实就可以清查出来，就可以追讨啦、啊。是做也不做嘛，以拖代变，什么还要去解释？我替何委员问了、啊，你们在座应该可能都是院长，你90到97年是不是？您是不是社员？是。好，您愿不愿意缴回？依法应该缴，我一定缴回。好，您愿意？您是不是主计长？依法应该缴回，我一定缴回。您是社员，您愿不愿意缴回？什么叫依法？现在都认定违法要缴回嘛？有没有依法？你认为现在有没有依法要缴回？行政院、内政部认定应该要缴回，您认不认为要缴回？什么叫如果？你们都有公文还是如果？我们也都秀公文给你们看过了嘛？那是不是要缴回？没有依法哈，这个应该缴回，我们就缴回。我们。与萧和社法当初，我刚刚已经跟你解释过了。萧和社七年，本人那个时候也是职员而已，我的钱全部都是萧和社拨出来的，所以我是觉得哦，今天一而再、再而三的讨论这个事情，我们其实已经叫萧和社，光是发存证信函都已经在做了，名册也请他们缴出来过，我已经请萧和社在发了，但是。去年就结束了，萧和社我发给你，因为你也是社员啊。我98年以后没有嘛，就不是社员，没有做嘛。看起来大家没有当过债权人哦。债权人要整理他的债权，第一个就是把那个债权清单先清理一下嘛。那刚刚大家委员在问的，第一个90到97年
每一年度的社员的名单跟进入社退社的名单有没有掌握？第一，这第一个。第二个，90到97年每一年社员的分配盈余分配多少，这个账目嘛，有吗？哈，那这个东西我们立法院可以拿来看吗？可不可以？主席，我们可不可以做成决议，请故宫博物院将90到97年，我讲几个很明确哈，因为我也当过债权人啊。第一个，90到97八个年度，每一年的社员名单跟社员的入社退社，这第一个，这很清楚，这异动就知道了。第二个，每一年度消费合作在分配盈余的时候，每一个社员分配到多少，一定都有。这两个拿出来，我们就叫做债权清册。债权清册再接下来第三个，如果说过去这八年，针对这八年，我们故宫有行使债权、主张债权的话，那你们就有一个通知这些债务人，好、哦，你譬如说你在里面，你有四年你分配到多少，我给你算一个清单嘛，账单就寄给你嘛。我主张我的债权，你必须要清楚的告诉我，我有主张债权。第三个，我要看到故宫有没有主张债权。这三个东西拿出来，院长，您就算不追，我们未来也可以追啦。但是这个我已经讲得很低度了啦。债权人要主张债权，你能确保啦？那你这三个东西没有拿出来，要立法院相信你们有去主张保全债权，我觉得很难理解。那如果你就有拿出来给我们看，我们不用那边一个问啊，院长啊，你是不是社员啊？主任是不是社员啊？处长是不是？根本不用问，你给我们，我们自然就知道。那你所谓的依法呢？我很了解，因为我在公务机关待过十几年。今天没有人啊会说别人都没有交回，我要交回的啦，没有关系，国家是一视同仁的。只要你这三个东西拿出来告诉我们，我们就有办法来追。主席可不可以做成这样的决议？这样临时口头的动议做成决议？好，那我写一下。委员，我想讲一句哈、哦，那个只要合乎个资法，我会叫萧和社。什么债权人还有什么个资法？没有、啊。你债权人对债务人有什么个资法？开玩笑。哦。国家才给我主张个资法。那我请我。公务人员不要动不动就不用个资法了，骗他们怎样读册哦？个资法不是已是有这个法吗？院长，没有这个法吗？院长，请你尊重，请你尊重委员了。所有的首长、院长，我还是要请你尊重委员。好，另外我请院长，你刚刚一开始说你很积极在要求缴回，对不对？我请院长，你在这边可不可以宣誓做一件事，你自己先缴回，你以身作则，好，才能证明你要积极要求消费者缴回，然后你也先缴回，你才有正当性。去处理这个缴回，你在这边立刻宣誓，你回去之后，你立刻先缴回，你先缴回，然后你才能够委员我再更大的正当性来处理这笔钱。委员我再，否则同仁都会说院长自己都没缴回，为什么我们要缴回？然后你自己又在立法院说我很努力，我很努力在追讨这笔钱，但是我自己没有缴回，这个实在也都说不过去。你在这边做一个态度的宣誓。我讲得非常清楚，中华民国是个法治的地区，依法我应该缴回。我想我们前三位院长也会缴回，包括杜正胜、石守谦、林曼丽，因为是他们发给我们的。如果依法他们也交回，我们就交回，一切要依法嘛。委员，你们是立法委员，发函给前面三位院长，问他们的意见好了，好不好？政部公共工程委员会都有很清楚的函示了，你难道还要我们再把我函示已经拿出几次来质询了？我再说一句哈，依据我的了解，你们内政部，因为今天我们法制人员不在，根据我的了解，我的法制同仁告诉我，收回也是属于萧和社所拥有。那既然是这样，萧和社所用，萧和社就要缴国库啊。萧和社，你这笔文物的。这个盈余就要缴库啊，是不是这样子？还有院长，你我刚刚讲一百零一年你自己也去缴回了，去追回了，一个人一年发3次1000元提货券，啊，你自己也把它追回了，啊，那所以呢？你当时也是发这个要求秘书室发函给社员，然后把这个福利金追回了，然后你也做成说不会将此案移送检调及监院调查，
这是你当时的函，所以你有权利可循，你自己都做过了，你有什么不能够做的？因为98年以后，立法院有一个主决议文，所以这个不应该再分配盈余了。而那个时候，98年的同仁都在院里面，所以我请萧和社也发函给他们要缴回，所以大部分都缴回了，也有人没有缴回，没有缴回，一共有10几万，我个人就贴进去了。哦，这是我做的事，没有错。那个时候101年。9月以后，我当了院长，同仁们都在院里面。今天90年到97年发出去的钱，有一大半已经不在院里面了。所以，再者，要回来，你一定要花很多钱去要，因为大家同仁们90到97年，包含我自己在内，是并入了薪资，扣了所得税。那同仁们也都问我，那你怎么还这些事情？其实这是萧和社，我也请萧和社也聘了法律顾问，也请了律师事务所一起来讨论这些事情，绝对不是说我不缴回的这个问题，或者我不追缴的事情。所以请委员们，我们做过的事情也都给大家看了。所以九十九年100年的时候，我会要我当了院长之后，我追索这批东西，追笔钱，是因为98年行立法院已经有这个决议文。这个双方都有各自的想法在嘛？那我只能讲说，那我这个委员的提案还是给他通过，但是你可以在后面加注你们自己的意见。那这样的话就交给这个顾工去处理嘛，因为你一直坚持90到97年。你们还在请示当中嘛，对不对？对不对？那所以，对，所以他等于还在申复当中了。所以你现在要求他做，没，你可不可以把你们现在申复的那个，哎，主席处长，哎，主席，你把你们现在申复给各单位的那个文有没有带来？我现在手中没有。要不请同仁传过来一下好不好？我们待会儿再处理这个。有没有这个？你们跟各单位的没有？我记得请示的那个，我在上次答应郑委员有没有？监察院，我看看最近最后决定怎么样做，我会依照监察院的决议，我们去努力去进行。但监察院从去年一直在问我们，我都已经去了很多次了，到现在监察院并没有做最后的决议，文没有到我们这边。没有了，你们现在。跟监察院、跟社会局，你们去请示的文到底是什么？像你现在给我看的这社会局的文，跟我们讲的90到97年的是没有相关的。我现在问说，就是90到97年，你们提出申复的那文在哪里？监察院还没有最后。不是。没有。你们去说明的文在哪里？跟他提醒，他是说，因为是那个校舍清算人已经把资产负债表跟财产目录报给了社会局，那社会局来的文是希望他这个能够提示人大会，请示人他会要承认，然后再依照那个原来就是校舍法64条办理这些最高的程序。嗯，但是针对90到97年的吗？对，有说明吗？你没有写啊。这个案子现在就是说，我们已经督促请萧和社，对，已经督促请校舍的清算人赶快召开社员大会。嗯。不，那你如果照这样讲，是社会局已经同意90到97年你们要缴回吗？没有吗？他只是要清算人去做这个动作。对。要得到了要社员大会同意。那社员大会怎么会同意呢？因为大家都是很同意啊。这就是萧和社社会萧和社法的问题嘛。嗯。要发存证信函，我也不能用公堂去发。那可不可以这样子？我们用今天委员会的决议。然后我们给你们，你们再用我们委员会决议去请示社会局，就是我们要求你90到97年要紧速，是吧？那个主席，我想哈、哦，就是要很明确，因为他如果照这样说明的话，是。刚才庄委员有提嘛，就是90到97年到底领了多少人，到底是哪些人领的？那到底要不要退回？那叫社会局明确解释比较好，不然他这样社会局也是推，你知道，社会局是把它推给你们。要社员大会自己来决定，对啊。
你九十到九十七年要不回来，九十八年可以要得回来，啊，九十到九十七年是因为人都退休了，所以要不回来。我有一个建议啦，你们把你们这个理由非常不正，你们把你们跟社会局、内政部、监察院申复的文，你们现在去把它准备一下。我们现在先进入支出的，然后再回来再审这收入，好吧？哎，各位同仁，各位同仁，对不起啊，哎，郑委员，郑委员，郑委员，那个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高度共识，那我现在请他们先准备文件，把他们跟内政部、监察院、社会局你们提出申复的那个或请求解释的文准备好，然后我们回头来处理，我们先处理支出好不好？这样的话文件拿到比较具体一点了。主席，我还是要厘清一个观念了哈，我们今天在这边处理的不是说他每一个债务人实务上最后能不能追得回来，或那个债务人愿不愿意还钱，因为有人欠钱他就是不还啊哈，那他自己认为不是欠的嘛，但是我们是要处理的是这个，我们行这个职责的所在是在于说，我们依法要认定他这笔钱能不能分配。嗯，如果我们依法认定他这笔钱不能分配，我们就要认定要缴回。嗯，这是一个这个公务机关跟我们立法院职责所在。那至于后续缴不缴的回来，那是他们要去执行面的问题。所以我是觉得这两个层次不要混淆。所以我们要厘清的是内政部函释是不是有认定他要去处理。对对，我现在叫他们准备这文件嘛，九十到九十七年的。是委托，因为萧和社是社团法人，他其实是跟台北市登记，只是因为这样，所以并不是台北市决定要不要缴回啊，是内政部他的立场，行政院就要认定这笔钱是不是归国库。这第一点我要厘清。第二点就是说，九十八年的决议会要求说。这个萧和社不得再贩卖文物商品跟分配盈余，是因为认为文物是国产，是国家资产，不是你员工自行消费的时候创造出来的商品，所以它是因为是国家的文物，所以它衍生相关的授权金跟它的商品的盈余都是归国库所有。我觉得我们很坚持，不是因为说故宫。员工分配多少钱，而是这个观念，故宫就这个观念常常出错，因为过去长期故宫认为很多人作为故宫人啊，他也许有他职业的骄傲，但也认为文物是他管的，然后文物是他可能是他所有的，哦，让我们一直长期有这种，当然也许近年来没有了，哦，但是我们就要矫正这个观念，所以为什么屡发生侵权，故宫过去都不积极，哦，所以我们一直坚持就是说故宫的文物是国家文物被侵权了。它衍生的商品跟授权的这个盈余都要归国库所有，这是我们坚持的原因所在。请院长您要了解这一点了。我再说明一次哦，九十八年以后没有问题，都缴回了。那九十到九十七年你们做了什么样的一个申复？那请你们这时间赶快先准备一下相关的公文，那免得我们都各执一词。那我们先进入支出这一块，然后收入这一块保留，我们回头来处理，好不好？那。中委员的那个，我们现在去影印，好不好？来，我们现在先进入支出那个四五六，我们一起讨论，好不好？郑委员，来要简略的。四五六，四是大案了哈，五六是里面的指向了哈。那这里面最重要就是说，我们一百零四年的收入决算叫预算，我上次咨询有问哦，预算少了4300，但是呢，成本呢，决算比预算增加。2800，所以这个来回啊就少了6000多，执行率只有70%啊。好，这是你上104年度的收支的这个状况啊哈。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是认为说这个是不是应该要控制啊整个支出面，所以整个预算原来是3亿哦，所以要这个减列1亿啊。好，然后包括说这个成本的控制，譬如说你104年意见调查书里面有提到说。我们观众在馆内的消费是在下降的哈，那所以从103到104也都下降了，每个人平均的消费都下降了，所以你的这个开发制作更应该要慎重哦，降低不必要的支出成本哈，否则你的收入其实是比预算数还要少的哈。以上说明，我做一个说明哈，我跟委员报告，这个销货成本是涉及到制作，那105年，我们那个编列了要征收2.3亿，那我们这个销货成本自然也应该做一个调整。然后104年的时候，我们的销货成本是没有增加的。同时候，这个你要讲什么？同时候还有一点哦，就是
我们现在也增加了。04年销货成本不是增加2800，你刚刚说没有增加。那个鲍委员，我是那个主计室主任许廷真哈。那我回那个回应那个回答那个委员这边的一个提案的说明哈，这104年的部分呢、啊，我们的收入为什么比预算书减少？是因为当去年在审预算的时候，委员有把我们的销货收入增加了7000万，那可是我的成本，当初委员并没有给我增加成本，所以说倒不造成我的收入。因为本来我的收入跟成本是成一定的比例的，可是因为收入增加了，我的成本没有增加，导致于说我的收入没有办法达成原定目标。可是因为我的收入增加，我的成本要跟着增加。哎，对，我讲的是预算，哎，讲的是预算。那你决算有没有增加？有啊。决算有增加啊，可是我们决算增加的比例还是跟那个比例是保持是一定的，大概是40%的。状况下，决算最后你还是增加了。我们虽然我们预算没有让你成本增加，但你决算也是增加了2800嘛。是是。所以你还是整个增加了嘛？对，还是增加了。对，所以也就是说你收入还是减少，成本还是增加了嘛？所以你执行率只有70%嘛？对。所以这个还是成立的嘛？是是。对啊。那你现在接下来就是说，我上次咨询过，你们其实游客衰退，啊，然后每人平均消费也衰退，所以我们这次并没有把你的收入增加。刚刚增加的1亿7是要去追缴的。所以我们没有要求你前面的这个收入面要增加，但我们就是希望你控制成本。那因为你现在人数下降，然后你的每人消费也下降，啊，然后但是呢，你105年比104年你的成本要成长54%，那我觉得太高，所以我这边就是建议要减列。那减列多少我们可以讨论，但是就是你的成本可能要减列，因为我们这次就没有把你的收入面再增加了。那个报告委员哈，那个我们。的收入面的部分哈，已经比去年的预算数6.7亿，现在已经增加到8.9亿，已经增加2亿3000万了。那我的收入增加，我的成本是不是也应该跟着增加？所以我们的收入跟成本都是保持一定的比例哦。所以说我们这次，收入增加2.3亿，比例。36%，那增加36%，但是你的成本增加54%。跟委员报告一下，为什么成本会增加比较多？是因为我去年的那个成本的预算数没有跟着那个增加，因为我增加7000万，我的成本没有同比例增加啊。那位那个，哦，没有，不是，因为他那个是基础的关系。你决算有没有增加嘛？你去年决算有没有增加？有了，不用再讲预算了嘛？你决算实质有增加嘛？你现在一直要绕回去讲预算。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是按照预算，就是说增加54是按照预算的基础在比啦，不是按照决算。那我们为什么比去年的预算增加54%？是因为去年的那个基础是跟我的收入是不一样的。那请各位看，其实我们那个每年编的那个预算的这个收支的这个比例啊，历年来都是我的成本是占我的收入的40%。那像我们今年所编的105年度的这一个成本的部分啊，就是占我8.9亿的40%。40%，这个东西都是两个是一样的。那所以这个部分如果把我们删减的时候，到时候我没有成本，我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个销货收入。其实这个东西是成本跟收入跟成本是一定的比例啦。那如果把我们这个销货成本把它降低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达到我的销货收入。再继续，因为56哈是指向了哈，譬如说这里面书的部分了哈，书的部分你的104的预算数是17万本，但是你决算只有14万本，哈，所以你的收入还是低于预期啦，哈，所以你的销售基本上是在下滑的状况。那你下滑的状况，你又在增加成本，你有保证说你明年的收入会回来吗？好，所以这是一个例子了哈。那第二个例子就是这个第六案的部分呢、啊，第六案的部分是纪念品一样，好，文创商品啊，你的这个预算是1.8亿，你104年的时候预算1.8亿，好，决算是这个2亿，好，所以你决算是有增加，好，那但是你的销售的这个制作的决算有增加，也就是你成本增加，但是呢，你的销售的收入是降低，比预期低。好，所以显然你的成本面就是要
要下修了。是、那个、你从这两个例子，我是从这两个例子去推，然后再来就是说你的人数，我已经咨询过院长两次，人数持续衰退，然后你每人的消费金额衰退，那你人数衰退这件事情，我只是请你说明，因为说实在，故宫大家也觉得人很多了。所以人多少我没有定论，但是你在趋势是在衰退中的，所以你们的预算决算是不是也要反映你这样的趋势？你自己要理性嘛，你们要理性去规划这个支出面跟收入面呢、啊？那个包委员哈，因为在104年度以前，我们的那个校后收入只有北部院区的部分，那我们现在从105年开始，我们增加南部院区，所以我们那个的那个基础其实还再加上另外一个南部院区的校后收入的这些成本。哦，所以说这样子这个成本那个已经跟104年度以前的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必须因为我们的收入增加，所以我们的成本也需要跟着随同调整。那去年的是，那我们南院的部分也发，对，是啦，这个你这样讲是说你收入预期要这样，你成本要这样，这个逻辑也对。但是我现在讲你的趋势，你这样从去年到现在趋势是你的预决算都短差。好，就是说你收入面的决算少，支出面的决算高，所以你都有这个趋势在。所以我们今年你当然是预算收入要增加，成本要增加，可是你都是反向落差。好，但是你决算有增加嘛？你这个不用再讲了。所以你就是两个趋势是反向的，所以你今年就稍微要找成本面下修，你就可以回到比较平衡。我的看法是这样，那你可以讨论额度。哦、你们可以讨论额度、哦、但是你绕来绕去基本上没有那么复杂。我知道，对。去年我们多制作多出版了很多兰院的礼品，跟制作了兰院的礼品和出版了兰院的8本书，都在12月28号才开始开卖，所以去年的成本会制作成本会增多，今年销货成本就会反映出来了。当委员如果要酌减，不能，你知道从国家支出的角度，就是说你编了预算书，支出面你一定都会用完，好啊，收入面呢，我们编了预算，他收不到，决算少而已，所以没有差。所以从国家预算的角度，就是说我们跟你多编，你一定都会消化完，尤其是制作物品啊，然后造成库存嘛。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说，你追求，你既然这两年有这样的趋势，你就稍微减低一点成本的支出啦。那个，因为我们真的也控制不了你们的决算的收入，因为那个是你们营运的责任所在。我们立法院只能编个数字，我们也没办法去协助你们增加收入啊。所以我们就是要控制一下支出。100万件呢、啊，我也当然都卖掉的话都很好啦。我是那个文创处处长徐孝德，第一次报告哈。那假如说要酌减的话，我是想说，基于那个收支堆列的精神啊，我们就是大概现在，因为现在销货成本是增加54.03%嘛，然后销货收入是增加30.02%，我们大概减个18%，因为54减36大概是18%。那18%你用1亿2000万，就是那个真金的。1亿2600多万，去乘以18%的话，大概是2200万左右。说是不是委员酌减2000万？因为也可能适应一下人数。2000万，有了，可以。你30几跟50几一减就是18。委员本来另外。没有错啊，你说只增加。我说增加54，你说因为去年没增加，所以只增加30几，那就减掉就是18%，也没错啊。减36啊。可以啊，额度可以讨论啊，可以啊。因为你这个趋势就是收入减少，支出在增加，这就不利啦。我们就是支出面做一点调整，这样。项目，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主席这样可以接受。那总数就减列2000万是？那自行调整，项目自行调整，对啊，自行调整嘛，好不好？
就是政委员第四案的提案哦，销货成本制成品销货成本里面，我们减列2000万，那细目由你们自行调整，好不好？哦，好。若热卖的时候买不到，赶快找政委员啊，求救一下啊，来。那我接下来我们第七、第八案，还有第九、第十，哎，到第十三都同一个吧？我看，我看。印刷广告局，我看都一样，都行销及业务的，好吧？我们一起共，哎，不止哦，到二十，行销及业务费，业务局是。OK， 那我们先到十九，好不好？到十九案之前，我们先广泛讨论。来，先请，我看张廖万坚委员，哦，那那个黄国书委员。之前监察院啦，针对98到103年，我们有7位我们的职员去了中国，然后之前没有提出申请，后来又没有写报告，这个监察院有意见了哈。冯院长，你知道这事情吧？哈，那我们去了解了。其实我们每一年的出国的预算其实都增加，但是我们也发现了，这些预算书并没有针对出国的预算增加做说明。那为什么我们要增加我们出国的业务量增加的原因是什么？而且我们也发现了啊，很多去中国参访回来的也没有写报告书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出国的效应啊可能要请故宫说明一下了啊，这第一点了。第二点呢，我们看到我们有非常多的广告业务量啊一直在增加啊，那我们中央政府总预算的一些作业规范里头，我们当然也会要求说，业务宣传费啊跟广告费可不可以力求节约，避免腐烂？但是我们的故宫啊，还是一直持续在增加，我觉得这个都必须要说明啊。所以我这两个案子啊，一个出国的预算啊，我提案冻结40万啊。广告费冻结300万，好，请故宫提书面说明啊。提书，我现在要不要？提书面、啊、就提书面就好了。提书面就好。好，你说冻多少？冻40，那个旅运费冻40，然后印刷及广告费冻300，好，然后提书面报告，好。这个提书面广告，是因为其实还有。没关系，你提书面，你提书面就好了，没关系了， okay， 好不好？那减40万，没有了，动了，都动了，动了，只有动而已了，好不好？好，第十一到第十三号。主席，对不起，主席，我可不可以在这个黄国书委员这一项，就是冻结40万在出国旅运的这个部分，另外再补充一个资料啊？你们也曾经被这个立法院的决算，那个预算中心有纠正，就2014年，你们通常每年都有个状况，出国的原始计划。提出来去申请额度的原始计划跟实际的出国考察的项目大幅的变更，好，而且比例几乎高达80%的变更计划。那就这个预算上，你特别在因为你要提出一个专案报告，顺便把2015年的整年度的，因为这个是个很离谱的问题，你要去美国，后来跑到日本，你要去日本，后来跑去柬埔寨，看的东西不一样，那这样子的核实的。2015年的也提一个完整的报告，好不好？有没有变更？有没有变更？好不好？我看哦，八九，八九十啊。现在八九十。对对对。那不是出国的哈。刚刚有啊，出国是第八案啊，旅运费啊。那那个黄委员说动40万提书面呢、啊？可不可以问一下？因为是一个通力的问题啊。好好，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故宫有那个赞助款嘛，哈，常年有赞助款，所以是在立法院决议下，赞助款现在要入这个基金嘛。好，因为以前赞助款就是一个小金库，立法院就兼不到，所以经立法院决议要列入基金。那我后来发现是这样，就是说他基金里面哈，跟公务预算都会编列出国的钱，但他额度可能都编得比较低啦。好，然后呢，他出国同时又会使用赞助款，
例如我这个举例哈，譬如说你们因为去年那个郎世宁展哈，这个例如说三个人五天花47万，好啊，但是这个赞助款不对哈，对不起哈，就是你们有七个人去意大利哈，差旅费花102万，经费是赞助款，好那。这个很复杂，你们好几个人去哈，哦，总共花了150万，但是你科发基金编多少钱？科发基金编90万了，简单讲是这样，你科发基金编90万，就四 G， 你们有一个郎世宁的补助嘛，啊，编90万的差旅费，但是你总共花150万，其他就赞助款，那这是一个例子，我想还有很多很多啦，啊，那你比如说104年，你公务预算差旅费是147万，啊。啊，但是呢，然后基金是53，所以合计200，啊，那但是你其他，又有其他赞助款的支出，啊，也相当多，所以我现在只是要回一个问题，就是说赞助款有入基金，但是赞助款的使用就没有预算书了啦，那就等于是说故宫可以全权处理。我是想询问主席跟委员，大家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有没有问题？好，所以主席是认为没有问题，不用监督，就说这个赞助款就他们使用，还是他们要有个清册来报告，因为现在会发现说我们看的预算跟他最后支出是不一致的。他们要来报告，因为我从基金跟公预算去对了，跟他实际后来他出国报告回来报的最后的支出是不一致，那差额就是在赞助款，所以赞助款到底每一年入多少，然后他怎么使用，是不是要有细目固定给教委会来做报告？可以啊。是不是我们可以要求这样？否则我们这样省来省去，实际上也不知道最后到底钱是怎么花的。因为当时有这个基金哦，不管文化或教育的，是主要给他们有多一点弹性了，不要被公务预算绑死。但是他们要来跟我们，还是要做一个说明、清册报告，这个是应该的，好不好？那我想那个第八案就还是照那个黄国书委员的冻结40万，然后提书面。那相关委员要的资料请给予哦。那第九、第十案是冻300万，然后这个不提书面。然后我们回到第七案，张廖委员回来了哦。张廖委员回来了，您还那个水电费的支出哈，当然，哎，为什么会突然增加了这么多哈？103年的决算才363，104年371了哈，那现在怎么变了700多万？是是是，那是不是我们721一起处理？21一起处理，对，都有同样的一个现象。是那个第七案跟第21案，因为都是水电费部分哈。那因为那个我们104年度以前是只有编北院的那个水电费，那因为从105年度开始有增加南院，所以那个增加部分是属于南院的水电费。哎，好，委员可以接受吗？可以接受，我们就撤案好不好？哦，好，谢谢哦。那我们。接着就11、12、13一起处理，好不好？样品赠送，苏巧慧委员有没有在？那先吴志扬委员，他在吴志扬委员，他在你前面来啊。好，你先讲哦。你看强不要用力讲。不好意思啊，赵伟，谢谢你的鹅肉了哈。只是因为刚刚苏巧慧苏委员有来跟我拜托，因为我们两个提的是同一个预算的哦。那所以11案跟我13案哈，那我们其实共同关心的是说，这个本来的这个样品的赠送啊哈，我们看历年来的决算啊哈，大概都维持在将近200万、200多万，最多286万8，那是101年的决算哦。那当然，104年可能有故宫南院的关系，你们有增加。可是呢，你现在呢，在明年度的这个预算里面呢，你又是暴增呢。哦，从你们现在编的是426万哦。那事实上，你们过去都大概都是200多万、200多万，即使有故宫南院有增加，也没有增加在这么高峰。那明年度你要增加那么多，我觉得第一个让我们觉得说，第一个太浪费了啦哦。第二个，这个样品的一个赠送的方式是什么样的赠送方式啦哈？是国内外的贵宾，然后还是说社区邻里关系什么敦亲睦邻之类的，我不晓得了啊。这请你们要说明清楚哦。那我们还是希望呢，能够把这个样品赠品的这个预算呢，能够有所简略哦，那能够遵节支出。个
委员，我先讲这个礼品赠送里面包含了我们的博物馆的图书的跟世界各大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图书交换。目前我们交换的图书馆和博物馆高达400多个，所以你看我们的期刊，就是我们多半都是交换，用图书换图书回来的，所以有最起码有这个。另外就是其他的礼品交换呢，大概这个样书的赠送呢，就包括了教育推广，还有接待国际贵宾等等。像故宫博物院有一个很特殊的工作，就是外交，我们基本上外交部很多贵宾我们都在接待。再者为什么会增多，今年会比去年增多，其实我们去年是编了500万，对不对？那今年我们又增多了故宫南院哦，那这个增多的部分我请我们徐主任说明。是跟委员报告哈，那个我们104年的样品重是编500万，那因为因应那个南院的开幕，所以变得比较多。那因为到105年开始就回归到正常的状况。那以前，一年在北部院区的部分样品赠送是200多万，那因为我们今年南部院区又增加了一个院区，所以我们大概200多万，大概一倍的部分就编了426万。那这个东西就是按照实际上我们的需要这样子来编列，哎，所以说这个的426万就是参考以前大概一个院区大概是200多万这样子的规模来做一个编列。哦，实际上这个编列跟历年来的资用状况是在这个原来的范围里面。哦，以上说明。对不起啊，你的意思是说，去年多是因为试营运，对不对？那今年因为要正式营运，所以它本身也要送东西，所以会比103年多，这样的意思是？对，因为105年开始，因为南院已经正式开幕了。那我们这次开幕，在这一个相关的这一个样品赠送，包括一些业务的拓展呐、啊，像这个交换的这些书籍啊，因为多了一个南院，南院有出版相关的这些文创商品，也需要这样子一个业务。我是觉得你们虽然有北院、南院的、啊、但你们在行销上面应该合起来啊、哦，比如说去参观北院的啊。哦你们也可以附带里面就送给南就是有一个南院的东西也可以送过去。那去参观南院的，你也可以附带介绍你的本院的啊、哦。所以我是觉得比103年稍微增加有点可以理解了啊、哦。但是我是觉得不要一下子增加那么多，你试试看啊、哦。我觉得要联合印呐啊、哦。那我刚刚听院长讲那个。你们那个交换书的那个叫做赠品啊，也叫赠品。不是，我们是交换图书。交换图书。因为举例说，我们跟哪一个博物馆，罗浮宫交换图书，那就交换。他给我什么书，我们还给他。你还给他的这个成本就是也算在赠品，这个里面是不是？我们有400多所图书馆、博物馆在交换。我知道这个有比，有特别比去年前年突然多出很多吗？还是怎么样？那未来还有南院，他也会有我未来会不会增加？我的意思是说你我一样是出一个书了哈。哦，对，我知道你有南院跟北院，那你不要分成两个机构。那照你这样讲，你故宫博物院的所有预算要乘以2啊。那我们因为南院成立以后就要乘以2、啊。南院就是本院了，所以我们对了不分彼此。对了，所以我觉得多了这个比单纯，我是觉得比单纯只有本院多是可以理解啦。哦，但是没有必要好像。多到快要两倍这样子的，这报告县长，报告县长，我可不可以讲一下我做文化局长的感触哦？那时候当然我的县长不是你啊，那当时因为预算都结束，然后文化局都被砍到，那砍了以后就是最先都砍这个，他说你就不要再印书，那我们只好把印书的钱改成光碟，你知道文化局长送一本书跟送一个光碟，那感觉差很多。我讲的都很坦白，你送一本书送给外宾。他会觉得，哎，翻一翻，他就现场感觉说，哎，这是我桃园收藏的作品。我说你光碟回去看，感触很深。所以我一直觉得这笔预算、哦、各位是不是体会一个做文化局长的人，这个绝对是好事，拿到人都会保存的，好不好？谢谢。好，谢谢张伟，我体谅张伟的心情啦，哈。啊，但是啊，哈，预算该遵节还是要遵节啦，哈。因为你们一直在跟我说这有印书，可是刚刚我们其他几个委员在之前的提案，不是有一大批都是书籍的印制成本吗？你们就已经编了很多钱在印书了、欸，所以是不同的预算项下，
好，那请问一下哈，那你们这个预算讲清楚嘛哈？这笔预算，那你们之前的这个所谓的样品跟所谓的证书，刚刚吴委员在问的哦，那样品跟证书之间的差别，还是说你们就印书来当做赠品，还是使另外再做赠品？包委员，我们印书之后哈，如果是属于销货的部分，我们就会把这个成本就算到销货成本。那印书之后，如果这个是要拿去赠送的，我们就放在样品赠送。所以基本上那个费用出账是不会重复的。那你那个有没有两边都会有一些没卖完的、没送完的？大概是多少？都不会有。我知道，我现在问题是说，那你现在这个哈，又以赠品样品样本书好了，你去年是剩多少？还是全部发光光，都送完？这是成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样品没有这个样品库，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去送的时候，从我们书库里面把这个书拿出来，那去送的时候，我们才账，我们才去列到这里面来，它并没有库存的问题，哎，它没有库存。那你好，那同样印的那一批。就那在卖的那个呢？那个部分有没有也是有库存吗？对，那个有库存的。多少、啊？那个库存就是看我们销售的状况啊，如果不够，我们会再加印这样子。因为刚通过的那个印书的部分，我本来想问也没有问到了哈，就说那你那你的那个印制对库存本身多少比例是多少？总数你说，我们每年会做盘点嘛，每年盘点的它一个结果，比如说去年盘点的大概有2000多种不同的图书，然后大概有70万册，因为历年我们都会把它就是没销售完，因为它我们在做销售的时候不是说今年印明年要，当然你还是有一直在循环在卖，我懂，循环一直循环，所以我们库存的量大概都会保持一定的量，那所以说每种书大概我们会有一个安全的存量，那安全存量如果不够的话，比如说一年可能会卖完的，我们就会赶快再做加印。因为我们现在在讲成本，会不会有哪些书籍的印制因为比较多，然后已经远远的库存量多于安全存量都没有？对，我们都很精准了。对，所以每个月现在有机制去检讨这个部分。赵伟，他我的精神很好，谢谢啦哈。说真的哈，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么精准了，因为我刚刚知道吴思雅吴委员的意思是说，如果说你们前面印制的这些书籍如果有库存，是不是可以转换成赠品或样品来赠送？我不知道了哈。那既然你们的回答都这么的精准了哈，不会有什么库存，那你们就提供资料来看看我们。来给我们看看，说你们多精准的，在每年控制你们印制的书籍这么的精准，都绝对不会有库存的啊、哦！这第一个了啊、哦，那一定会有库存。林哥，你讲一句话，一讲一定会有库存啊！啊，好吧，没关系嘛，那就让我们来学习一下，了解一下什么叫做你们的安全的库存量嘛，对不对？也是要这样子，你才会让我们了解啊，对不对？那总不能每次在审预算的时候，每年在跟你们问说你们这个书籍印制啦、啊，花了多少成本、多少预算。好，那这个部分第一个资料给我们，第二个我们还是要来讨论这个11、12、13案的啊、哦。我跟吴委员，我们还是认为说这个样品的赠送啊、哦，不要分什么本院跟南院啊、哦。既然是一体的，那原来的样品的一个赠品的一个赠送的一个制度，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的把它拉在一起，好好的规划，不要把它变成你们现在思维是说，我之前呢本院呢一年大概200多万，所以我剩下增加了一个南院，所以我要 double， 我觉得这样的思维也不对。哦，这样思维也不对，所以我是建议酌减之后给我们一个重新思考。未来对于整个故宫的一个样品赠品的一个赠送的一个思考模式，让我们能够耳目一新，好不好？好，酌减。好，你们讲多少多？我没意见。好，50，好，减50。好。
对不起啊，苏巧慧是要减200啦哈，减226万的啊，我是减尾数了哈，然后他那个吴志扬吴委员是减100，所以我们刚刚达成共识就50，我们两个的中间那个。好了，就减50万了。然后对于那个何委员提到的，你们怎么样控管那个库存哦，也提书面好不好？好，那11到13就做这样处理，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不好？谢谢。
好，各位请就座好吗？好，我们现在处理第十四、第十五，好不好？那个吴志扬委员，十四案。好，十四跟十五哈，等一下可能，这个郑委员会讲，就是主要就是我们发现就是，故宫在用人的临时人员上面哈，就是一直在增加哈，一直在增加。那我们认为说他应该很多东西应该要已经要上轨道的了啊，已经要上轨道，不应该再用临时人员啊来处理，所以我们建议全数删除。那个故宫是不是要做个说明？委员，我是那个文创处处长需要的第二次说明哈。那因为我们那个编这个临时人员啊，434万3000元，主要是，用在那个，产品上游的那个研发、产制、商品管理跟文创人才的那个培育等阶段，跟后端的那个商品销售的业务啊，没有关系的。因为现在后端都已经委托那个。北部院区是委托那个十亿多媒体，南部院区是委托宝德利，都是依照采购啊、公告上去的。所以说我们现在需求这八位人事人员啊，其实都有他的业务执掌啊，就是包括库房，就是那个商品书库啊，有两位，那承销业务有一位啊，因为我们有23家承销商，还有商品设计、研发设计两位，还有清钱的业务、法务的人员哦、有一位。还有账务的业务啊，有一位，哦，那我们现在因为把设计竞赛跟文创园吸引也都编入到我们的例行性预算在做，所以说这负责设计竞赛这个也有一位，所以说其实都用在刀口上，并没有乱用了，所以说麻烦各位委员就是，照案编列，以上谢谢。郑委员，能不能说明一下？我可以补充说明吗？对，好，请说。那个。报告委员，我们那个基金哦，这个每年的营业额是8.9亿，到这还在持续增加之中，但是我们只有3个临时的约雇人员，那所以包括这些这个库房的业务、承销的业务，如我们刚刚文创行销处所说的，所以拜托委员，其实压力也蛮大的，希望委员不要减除。我们这些临时工作人员，好，我不是说你们乱用人哈，但是我觉得用人的方式不是这样，因为我们都做过机关首长啊，我们也是一天到晚被检讨这种事情啊，就是说你如果业务是很清楚是做什么事，而且有的是外包，有的是既定业务好几年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不要用临时人员去用嘛，啊，你这样临时人员每一年一直这样持续碰，跟我们现在中央机关要大家。这个抑制临时人员膨胀，这个完全是相反的一个方向嘛，对不对？那个郑委员，你有没有什么意见？这个案子你也有提啊、哦。我们前几年都有这个吴委员的意见，我们都很认同，因为事实上前几年我们每一年审预算都有提醒，就是不要再一直在增加这个临时人力啊。好，各机关我们都是希望，因为我们也希望他们不要因为受雇者，因为他有的是编制内的。有的是派遣的，有的是这个劳务采购的什么的哈，然后他受到不同的待遇，我觉得在劳动权益上面，这个是不应该，长期政府机关不应该带头做这样的示范的、啊，所以应该尽量避免，不要再增加临时人力，然后已经进来的，我们就是要同工同酬，我们这是上一届国会教委会大家一致的态度，那个，所以所有机关都一样。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因为我们基金的这个人力。的员额啊，因为在被行政院那边做员管制的状况下，我们基金的人员并没有正式人员，我们只有3个月聘雇人员的这个员额。那我们目前所编的这8月的临时人力啊，其实也是在行政院核定的临时人力的员额范围里面，我们并没有超越行政院核定的员额里面啊。那这八名，他目前在100，这现况部分就已经在聘用，在执行了。所以说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的业务。在增加状况下，那希望能够还是维持这样子的一个，
哎，因为这个实务上从这个就已经在这，因为我们的业务量真的增加，已经在用了，在正式人员状况下，对，因为正式状况下没有办法。你说什么？为什么会约聘雇者会三个啊？对，因为我们基金当初成立的时候，行政院并没有给我们基金员额，他只有三，报行政院同意只有三名约聘雇人员。那这个有办法再增加吗？没办法，因为行政院原额管制的状况下，我们的基金原额没办法再增加。那他八个又愿意给你啊？八个的部分是在行政院的那个临时人力的那个原额里面，我们是含括在行政院核定的原额里面。我这边又看到你不是只有这一个预算下面有临时人员的，你其他好像。其他的项目 也一直在增加临时人员。那个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我们的科目里面有两种，一种叫行销费用，一种是管总费用。那行销部分是说我们聘用的这八个人是跟行销业务有关的，我们放在行销费用。那如果说是属于管总，是我们内部的这一个这个总务事务的部分，那个部分我们是放在这一个管总费用。你这边还有这个还有什么一般服务费用计时计酬计时与计件人员酬金，这个也用了七名临时人员是吧？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外包费也用了八名的临时人员是吧？不是，我的意思说你好像不是只有这个项下有临时人员。是，那像外包费那个部分是因为库房在做盘点的时候，因为那是短期性的，那盘点的部分我们就另外外包给这一个外包公司，那这大概在两三个礼拜的部分派员来协助我们做这样子一个库房的盘点，它不是长期的，两个礼拜啊？是。那个是按什么什么按键什么的，那个，那你那个时薪多少？包给外包，两个礼拜。事实上，那是非常的有必要，也就是能够保障我们基金的一个财产跟权利。那个郑委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因为你这边，我是觉得说我们是担心啦，因为那个比例啦，那个比例上面好像正职的人很少，然后对，就一直在用那个临时的人员。因为他现在是说，他们现在已经聘了。所以问员是不是我们希望说我们约束明年，或是说接下来就是对不要再增加，不会再增，就是说目前是不是我们可以写个提案？您写个提案，我们支持，就是因为今年他已经聘了，那是不是就明年起就检讨？不过你好像也到顶了，是吧？对啊，你们是不是也到顶了？你刚才讲八个是到顶了。总额，所以我们过去是会有个提案，就是说要求他们检讨临时人员之禁用，然后不得再增加了，好吧，我们做一个类似的决议。决议啦，还是要有，但是我行政院又给他多核对不对？我也很久没进立法院，我们每次这种基金都是一定要已经开始实施了才开始什么？不，这个是作业上还是？我们自己延误啊。理论上应该是上一个年度要什么？那个都不重要，这委员没有委员大灾问啊。没有没有没有，立法院的确每次基金都因为政府的基金里面，我发现中央跟地方都一样，在审基金的时候反而都比较。一方面时间也已经在执行了，然后一方面
啊，好像已经在这个预算的，就反正就已经在执行，然后大家好像比较花的精神是少了一点。我觉得基金的这个审查预算在中央跟地方好像都比较松散，都比较松散。那这样子的话，行政机关就有一个倾向，就是可以弄什么东西，弄一个基金，弄一个基金，这样会比较快。包委员会不会建议，就是说，因为我们这部分其实还是会遵照行政院的指示，在我们那个限额下面去运用这个人力。那所以说，我们比较希望说看，给我们一个在行政院下面一个授权，就是说行政院核定的数额内，我们绝对不去超过，用这种方式来处理。那另外我是人是行政总署，人是行政总署弄的，绝对他们绝对是控管。我们其实想争取也有一定的困难。那另外一个我就补充说明，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人力4,434,300元来讲，其实它占我们整个业务成本的费用其实不到1%，大概0.6%，不到1%。可是它对我们的业务上的帮助确实是非常的大。以这个概念来讲，它其实是简单的讲，就 CP 值非常的高。那所以我们会很希望，就是说整个货运的整个货物的一个流畅跟后端的一个厂商要收款的这个整个的大流程，其实需要蛮多的一个人力去处理的。所以我们蛮希望委员支持我们这个。这是整个用人的策略啦，没有没有，因为行政院你们不能讲 CP 值啦。我确实是。我跟你讲，讲 CP 值会吗？我们有时候也不是从你们的角度，我们是觉得说，你每次都固定用我做临时人员，你为什么不让我做约聘雇，或者是我可不可以考试变正式人员？对我的保证是什么？对不对？啊，那这样讲的话，那大家都用派遣员工，这 CP 值最高啊。可是劳团会怎么想啊？所以。这是两面的啦，不是说你们 CP 值高就好啊，也不是说占你们的预算多少，我是说整个用人的策略上面，啊，政府机关应该是要怎么样，啊，好不好？那，哎，主席，那我们再写个决议，好不好？那个张伟帮忙写一个，好吧？那很简单吧，依照这个，好不好？不再明年不再增加，好不好？不就按照行政院的那个原额管控内执行了，好不好？那四十五就照例好不好？在那个行政院原额管控内执行啊。好，16、17，来郑委员还有黄委员来。好，那黄委员先讲，你不能抢主席麦克风，快。好，谢谢。我们有这个专业服务费哈。哎，这笔预算哈是490万啊。那这个专业服务费里头有一笔预算是300万，是办理基金商品智慧财产权维护的经费。我想请问一下院长哈，去年也大概这个时候了啊，我们发生很多侵权的事件了，包括淘宝网啊，大家还记不记得？不晓得淘宝网现在还没有卖我们文创商品的山寨版，不晓得还有没有？还有没有？都还有吧。对呀，啊，都还持续在卖呀，啊。不是这个，请我们部长说，我们来，我把对我把我的问题问完哈。当时啊，院长，我记得你说你要跨海提告，记不记得？有吧？好，那现在跨海提告告的怎么样？有告赢的吗？那你们怎么告？你们有请？律师，我们台湾的律师没有办法到那边去告人家，我们请哪边的律师？这个可能都要请你们说明。然后就他们侵权的事件，他们到底有多少个山寨的商品侵权的？然后我们告的结果，哪几件是成立的，哪几件没有成立的？那到底有几件？不止淘宝网，那其他的管道贩卖侵权商品的，我觉得这个都必须要请我们故宫要做一个说明。好，那我们去年11月就成立了智慧财产维护小组嘛，那这个智慧财产维护小组进行到现在功能为何？到底有没有尽到他应该有的这个责任啊？那成效为何？这个都要说明啊。啊，然后我们新增了这个智慧财产维护的经费300万，那300万是不是够？我不晓得，但是我觉得这个都必须要请你们说明，还是你们编着300万
就变成好玩的，只是晾在那一边，还是你们对于相关的侵权的事件，你们有积极的处理？特别是从去年到现在，淘宝网侵权的事件，故宫，我想要做一个清楚的交代跟说明。我们跨海提告，告了几件，有没有告赢的？然后告赢的部分，他们如何赔偿我们？好不好？这个可不可以请故宫做一个说明？文创处学校的第三次报告啊，跟委员报告啊，那个淘宝网，我先讲淘宝网。我们从去年啊到目前啊，已经大概稽查超过50万件了啊。那现在有确50万件，每个礼拜都是上去稽查。我们不是，我现在说稽查的案件是件还是件次？是疑似侵权案件。大概是有90件哈，那10件已经下架，40件已经确定是没有成立侵权，那40件律师函已经寄出，而且我们随时哈就是委托这个侵权大概40件是90件是疑似侵权的，因为我们会分阶段判断嘛。那这90件里面有10件已经都确定下架，40件我们在做进一步的确认是没有侵权的。那另外有40件有寄出律师函，而且我们那个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就跟阿里巴巴集团啊，就继续讨论那个处理的那个程序，哎，都陆续都有在。他进入那个司法程序，就律师在处理的那些，还有在网络上贩售吗？一般还是有嘛，一般所以啊，哎，他们还没有下架。你不能在第一时间这个有侵权疑虑的同时就要求他先下架吗？我们原则上那为什么还在上面？我不晓得，对不起，我先看一下啊。对不起，那个什么，像我329还有上淘宝网去看啊，这是我们所download下来的。其实基本上面它有两种，像目前来说就是有两种，一种就好像是正品的样子，应该是人民币60块啊，就是看起来像比较像是正品。可是这边也有仿冒品了，但就是8块钱啊，就是仿冒品。可是这个真的是329的时候，其实就是最近几天嘛。其实基本上你随便上去看的时候，其实对啊，可是都还是有，所以它有正版跟山寨版。其实目前为止在网站上是随处还是都可以。所以你们这个维护小组根本没有用啊！你现在还是人家还是照样卖啊。律师每天都在写那个存证器，所以表示说。编的这个预算显然没有达到我们希望达到智慧财产权保护的一个作用嘛？有没有更积极的一种做法？我知道你们有在努力，可是目前为止都还是随处可到，每一天上去其实都还是有嘛。那这个部分如果没有做一个另外一种做法的话，这个事件即使聘了律师什么，也还是没有达到你该有的这个部分。那事故全书还在卖吗？事故全书它还是没有下架，哎呀，哎。但是我们的台北市调查站我们已经陆续有2-3次提供相关证据嘛，因为他们也陆续请我们再上去收证，那我们都把那个收证的内容啊，都就马上就及时就在函给那个台北市调查处那边，他们现在就是说在等时机还是怎么样啦。那另外我们其实也有透过啊陆委会、海基会、海协会啊，都在就这个案子在做协助。那苏英案其实我们已经在中华民国仲裁协会啊已经提出仲裁，然后在今年的一月啊，就是已经有寄那个请他们那个选任那个仲裁人的那个函过去了哈。那依照规定3个月之内他们要选出，他们没有选出的话，就是会由我们仲裁协会帮他选出一个仲裁人，那2个仲裁人再推一个主仲裁人，那就会开仲裁庭，到时候他们要派人来做攻防，他们假如不派人的话，到时候就是进行就是一方辩论嘛，就等于是到时候就看听水的有理哦。那我们是觉得我们胜诉很大，那我们假如说在这个仲裁案子胜诉的话，我们就是也会到大陆去做强制执行的相关的业务，所以就是透过大陆的相关这个强制执行的单位来进行这个，因为我们都有跟我们的律师事务所，因为我们现在有委托一家大成律师事务所，他去这一块他都很了解，哦，他会教我们，那我们也会委托律师啊过去做这一方面的执行，所以说。在公益算虽然有编那个，就政委有提到公益算已经有编300万，为什么基金还要编？基金的部分其实就是否那个商品的，否商品，因为他们就是侵侵
去那个商品的那个创意哈、哦，那个还有一些，我们会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或者是一些那个像类似我们大台湾的这个公平交易法来主张啊，他们的仿冒行为会造成相关消费者的混淆了哈、哦，这一点来做。那至于公益算是针对商标跟那个商品的图像。就是因为都是图像授权，都是进到公务。那基金就是就否商品的专利，跟那个我刚讲那个反不正当竞争法去打击他们。所以说，其实跟委员报告，我们那个公益啊，公务的那个300万到今年大概都已经都差不多已经都快要花完了，剩下50万。然后未来要到大陆去打这个官司，要去强制执行，要放在基金，因为它是商品盗版啊。哎，跟委员说明一下。请委员支持，因为我们其实很积极的，但是要有钱去做。哎，哎，我们会给委员，我们会给委，我们会把我们进来的这半年的成果哈，会有啦有啦有啦，下架之外，第一次发言，哎，不过来着嘞，我的话通常。我也通常不解释，其实你就很简单，你现在告几件，几件成功已经下架，对，几件成功已经下架，几件啊、哦、现在还在告当中啊，几件告了他没有侵权，啊你的费用是哪几件花多少钱，花哪里的钱，啊你就列一张表，大家看得不是很清楚吗？哎呀。你就是列清楚，大家都知道你花，不然你这样子讲，概念上你哪里花多少钱，我们也不知道。对啊，你这几件成功了，那几件不成功了，总共花了多少钱？啊，你就列个表给我们。我们其实从那个之前有好几个案子，其实我们也陆续追偿到一些赔偿金，或是因为我们请他不授权，大概有5件，那整个加起来金额大概有上千万。我一个一个解释。那另外委员刚提到的淘宝网的部分，其实我们必须要回到法令上的一个规定，就是说我两岸的著作权法，或者是台湾的私下著作权法，那或者是说北那个大陆的它有一个讯息网络的一个传播权的一个条例。他的明确的规定就是说，他如果是卖贩售一次侵权的商品，我们经我们比如说我们是权利人，我们故宫要求他下架，他马上下架的话，其实他就已经免责了。所以说我们在提告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跟谁提告？跟淘宝网他没有责任，两边的法律都一样，因为它是一个平台，你去告淘宝网那个是完全没有胜算，因为法律就已经他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他已经有一个免责条款。那你要去告他所谓的个别的一个个体户去印制那个。侵权商品，那其实会有另外一个困难，就是说他卖一个东西卖50块，你要去追偿50块，你要花10000多元的一个诉讼费用，那其实是我，所以我们现在的策略其实就是说，我们一直在查，比如说我们处长刚提到的，从我们那个案子标出去以后，律师每天这样子查，累计到现在查了50多万，大概50万件，可是委员刚提到那个确实他每天还是会上啊，你们成功是指什么？让他下架。目前是还没有。对，不是他下架以后，他已经卖出了多少，是不是可以要求赔偿回来啊？你没有，你赔偿人的。不是，那你至少要做嘛，就是说，你比如说哪几件已经侵权，他判定成功，那你我们之前花了多少钱去办这个案子，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再去追那些钱回来？或者是我们有追的程序哪里有问题，是不是有机会用其他的程序再追回来？徐委员，他刚刚的报告里面，他所谓成功就是下架嘛。另外还有一个，你说明一下什么叫补授权？因为我上次在处理那个事故权书啊，就是当初就是被盗印之后，故宫还去看了，好，然后还请人家送他们一册回来典藏，然后之后给他们补授权，因为他们说印得很好，最后给他补授权。你们后续又做第二次这样的事吗？你们又基于补授权其他的吗？你把它不同的事情混在一起了。我们说之前的补授权是我们之前有一些那个台湾可能也是有台湾的厂商，譬如说他印阅历，他印了阅历以后，他其实用我们的图档没跟我们讲，那其实我们都会要求他把
把应该所以你们面对未经你们授权使用，你们后你们经常用不授权的方式处理，是不是？我是觉得，好好，这个好，你们自己要检讨啊。我们机制里面就有说，他假如说有那种很顽劣的哈，然后他要进行诉讼，那一般这种制裁案件到法庭上，他一般法官会希望说双方能够进行调解或和解哈。那假如说对方不愿意和解，不付那个和解金或调解金的话，就是法官会给他判刑。那我们现在都鼓励那个德标这个大成事务所，就是说每完成一件和解金的话，我们呐、啊，就是说会支付企业家金的7.5%。所以已经有一个引导的政策的一个鼓励的机制，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是需要让这个委托的这个被我们委托的这个大人律师。